Hello，你好，我是 Emmaline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人人所羡慕的天堂——夏威夷。就在2年前，我来到了这里，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地方。就在这个位置，我看着太阳西下，一个人坐在岩石上，我闭上了双眼，去感受我周遭围的环境。我感觉到凉凉的风从我身上吹过，我听到鸟儿的叫声，还有海浪的声音，我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宁静，还有前所未有的安心感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刹那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这就是我的家。回到了洛杉矶，我把我所有的车子、家具、电脑，还有其他所有的东西，全部都卖掉、送人、捐掉。一个月后，我搬来了夏威夷，实现了我的梦想，住在海边，这人人所羡慕的天堂。殊不知，夏威夷的物价高得吓人，想要在这里生存下来，并不容易。在过去，我曾经过着身上连100钥匙都没有的日子，也曾经住在车上，过着像流浪汉一般的生活，而2份工作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，几乎忘了为什么我搬来这里。我住在我的梦想里，我却无法好好的享受这一切。直到今年初，2016年，当我遇上了网络创业，这一切就改变了。现在的我，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欣赏这个岛屿，也可以跟朋友到处吃喝玩乐，过着真正人人所羡慕的夏威夷生活。那也许你会问，网络创业真的很难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从零开始的。在我的年代里，并没有电脑，更没有智慧型手机。网络创业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那你也许又会问，那要怎么开始呢？其实只要5个条件就可以了：一、复制；二、贴上；三、快乐的分享；四、重复；五、努力学习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到这5样，你就可以开始你的网络创业喽。想想，如果有一个人带着你一步一步的走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你，是不是就变得更简单了呢？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，请在下面的链接留下你的名字，还有电子邮件，你将会得到我的宝贵咨询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和脸书粉丝页。有空可以到我的部落格走走。那我就跟你约在另外一边相见喽。Bye，Tata for now。